今天是202010月22日，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，天气也渐渐变冷了，所以我今天特别素颜录这段影片送给大家。人说一句，无钱无健康，一切都成空，有钱有健康，万事都亨通，所以健康很重要。早上起床不要熊熊一下子下床，很容易中风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表演一段口诀，对健康有帮助。这是一个老师傅的祖传秘方送给我，长达那么多年来我都这么做，很方便又携带方便，甚至呢不用花任何一毛钱。我来念这段口诀给大家听：一热，二眼，三鼻，四脊，五脸，六耳，七上，八下，九头，十肩。就那么简单，我开始表演动作给大家看，一起跟我学哟。一热，二眼，烫眼睛，让我们眼睛越老越明亮，多搓几次都可以。好，一热，来，二眼，对，三鼻，鼻子呢是三角形，这预防感冒，而且预防早上起床遇到冷空气打喷嚏。好，四脊，这是人中，长寿，多按摩它。好，五脸。无脸呢也可以记敷脸，好记吧，搓到热热的，有预防有皱纹，对，磨皮磨脸，你看脸都红了。再过来呢，六耳，耳三加起来就六，用这虎口往上搓，而且耳朵呢搓热了，全身的循环都起来了，热腾腾的，六耳。好，再来七上八下，我们的肠蠕动呢，上横结肠，下结肠，所以呢一定要这样搓，七上八下。再来九头，一定要用我们的爪子，这样子就像针灸穴道一样，九头穿过百会到后面去。好，最后咯，时间过了五十就很怕五十肩，所以两边都要搓，由上往下搓，就这么简单。再来一次，重复一遍：一热，二眼，三鼻，四脊，五脸，来，六耳。好，七上八下，九头，时间。按摩完毕之后呢，喝个500cc 的温水，这样早上起来就很好。好热了，就那么好记。我们要一起好，一起老，一起像个宝。记得帮我广传哦，我叫金门小公主，爱你。爱自己，我们一起为健康而活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